榮光會再見香港。多謝多倫多同埋世界嘅手足，多謝呢條命。踏入2022年，我哋嘅製作將會更加頻密。透過 patreon.com/edchin 支持 Edchin World 同埋 Edchin Life 嘅製作，令到世界嘅香港可以繼續延續，捍衛最後自由。好啊，過咗關啊，第一站。咁喺 Starbucks 啱啱過關嘅時候咧，就啲橙就收曬，然後咧可以帶橙啊，我都唔記得啦，太耐冇咁樣揸車過關。我喺 Starbucks 食少少嘢先，再傾。
光會再見香港。多謝多倫多和世界的手足，多謝你們。